先从这个地方哈，其中一个，比如说我们先画出这个啊上方这一个好了。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间有两个圆，第一个圆的话，我们用半径来看啊，那给直径我们20，一个是20，一个是10哈。那画完这两个圆之后呢，接下来看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70、40，也就是说呢，我今天从这个点出发过来是40，再往上70，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中心点一个圆，好，这个圆的话呢是40的圆。那当然，如果你要追踪到这一点的话，我前面讲过有没有？你可以用什么指令呢 ？TK 有没有？还记得吧？那 TK 的话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一点出发，然后 TK 过来40，TK 上去70，对，然后追踪到那一点之后的话，按两下 Enter， 表示说我追踪到这一点，好，然后呢再画一个圆，啊，特别注意就是先点圆呐，圆。然后呢，再去 TK 哈 ，TK 之后画一个圆，那这边也是一样过来，这边其实有一个圆，这个圆的话半径是 10， 有没有？那也是 TK 过来 50， 上去 60，TK 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哈，其实就一连串了什么呢？切半，有没有100？那特别注意你切的地方，因为一个圆哈，它可以分成四等份，你切的时候你务必一定要记得哦，你切应该是切到哪一个？哪一边哦，不然的话你切出来会很奇怪，会切到别的地方去哦，哈。然后第一个这边切这边，然后半哦，然后另外这边有个切，这边200对哈，切哪里呢？切这个小圆的这边切，然后半径200。再来这边有一个啊，这边有一个，然后这边的这个的那个它的什么，这边的那个圆这边应该是多少？40哈。所以你可以用切切半，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你可以用圆角。其实你也可以用圆角，圆角就抓这一边跟这一边，或者用切切半也可以，切切半，然后半径的话40。那这样的话，把多余的线段修剪掉之后，就可以做什么呢？环形阵列，有没有？环形阵列三个，这一题就完成了。啊，所以这一题看起来是有点复杂，不过你是要掌握要诀。那比较容易出问题是 TK 这个指令。好，我想各位先试一下，等一下来讲解这一题好了，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画那个两个圆，第一个圆20啊，然后第二个圆的话呢，这个10 ，Enter， OK。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往上啊画这边这个圆跟这边这个圆。那基本上呢，我们用 TK 指令，所以你第一步一定要先啊，第一步一定要先点圆一下啊，特别重要，然后再下 TK 指令。先点圆 ，TK 指令，接下来第一个追踪点一定是中心点，第二个往这个方向多少？ 40 Enter， 再向上啊，特别注意哦，你可以要看到线出来再去输入哈，你要追踪的点，然后追踪到之后再多按一个 Enter， 这一点，然后再输入 40，OK， 接下来按右再来 TK 哈，一样的画圆，圆的话呢也是一样 ，TK Enter，TK Enter。然后第一个追踪点一样是从中心点拉过来的话呢，这边多少？ 50 Enter， 然后向上 60 Enter， 然后再 Enter 一下 10 Enter， OK 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出这两个。那其实接下来就是切，那切哪边呢？这边到这边 100， 这边到这边 200， 这边40啊，所以只要做四次的这个切半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的话，绘制里面有个圆，里面有个切半，对不对？然后怎么切呢？特别注意哦，这样切哈，所以抓这边跟抓这边，然后输入100 ，Enter 一下，再按右键。那如果切半一样嘛，你最快的方法就重复切半，对不对？切半，然后会经过这里，哦，确认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切过来这边，然后切上面一点点没关系啊。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就切这边，再切上面一点点，好，然后再200 Enter， 好，切出来就切到这边，所以这应该切到这边才对哈。再一次 Ctrl+Z 一下，再一次啊，绘制里面的圆里面的切半，那有时候你如果没有抓对的话哈，它很容易就切出来不对的地方，所以应该是切这边 ，OK， 那我们来。切这边，然后200
Enter， 这样才正确，有没有？如果你抓上去一点，它会跑到里面去了哈。然后再来这边也是，重复切切半，然后切这边，切这边40 ，OK， 好。那再来就要处理怎么修剪，然后我讲过修剪，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直接哈，先选起点，比如说先我要处理这一边的话，那我就先选这个。 跟这个是我要的范围，然后修剪一下有没有？把外面砍掉，这样这一条线就保留下来了。那再来是这个圆跟这个圆之间要处理这个圆的，修剪一下，把外面这一块 delete 掉，那会留在这一部分。再来处理什么呢？处理这边到这边，然后把它按修剪一下，然后点外面的部分，这样会比较好处理。不然的话呢，你光修剪哦，你就疯掉了，然后因为太多线要处理。 好了之后的话呢，再修剪细部的，空白键一下，把里面的部分 delete 掉， delete 掉，然后这边的话呢，这边要留，这个跟这个不要， OK 哈，好，那这样的话呢，就留啊环形阵列，就这个部分有没有？这些，然后空白键一下，那中心点给它，然后夹角数量的话呢，三个，输入3360 Enter， 再 Enter 一下。 哦，那这一题的话就完成了哈、哦，相关尺寸我想各位哈、哦、再把它标一下，哦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这是73哦。